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佳明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是来教你们如何自己做开头，不用去 YouTube 打 intro no text，我们用手机就可以自己做了。所以你们先进 Play Store，然后打这个 legend。Legend，这个第二个，然后就找到，你们就会找到这个 Legend Animate Text in Video，所以就教你们先吧。我已经下载好了，我们就打开这边，然后打你自己的名字刘佳明，要你，只要你下载好了啦，你直接进到这边，他就给你打名字了。你打什么名字都可以，打长点也可以，就要打勾，然后就要这个中间这个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选了这边，怎样都可以了。如果你们讲白色太单纯了，下面就可以改颜色了，耶，还可以让字震动呢，等下，嘟嘟嘟嘟嘟，个超帅。有很多种的这个，如果你们说没有音乐，你们可以去自己去剪辑放音乐，对，自己剪辑放音乐就行了。哇哦，帅嘞！等下还没有，这个不是最单纯的，等下还有一个。还会变的，帅！哇，真的是很帅嘞！一个留在上面，然后刘佳明，我操！这个嘞是我在 Play Store 那边写，如何自己做开头，然后他就找到这个 legend 给我，然后。我就自己再去 Play Store 打 Legend，就真的有 Legend 这样的东西。我操！所以这个就是教学，bang bang。所以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，底下再打嘛。我操，准呢，就这个了，哎，不用了，我放 Kevin Game 实况刘佳明了嘛，小 Game 要打好。哦，帅呆了大家！好吧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看。然后记得订阅后，一定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们才不会错过我每次更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如果这个教学对你有好处啦，说拜拜。诶，对了，这个是补充，我刚才已经停拍了，可是这个我再拍多一次，就我连接在一起的意思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做好了呢，做好了啦，你要分享给你朋友看也可以，在下面这边有三个东西，这边 save。as GIF save as video save as 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对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一个 save as video 对 save as 了，我是开1080p，所以拜拜。